把组曲归到下面一组去，去换衣服，就没有办法再去活动。我们的概念就是，魔方嘛，它是百变。那既然百变，那可能就是会做的比较极端，就不会说是不伦不类的，成品比较少这种。哦，这套，这20斤，它整体就没有那么的效果，没有那么亮。整场其实你动起来，包括唱歌，它都会很热。如果穿这种衣服，其实是很难受的。那其实对袖子的要求就是比较严苛，因为要弹琴。都要定要定一个月的，就中国是没有的。片子杂去填充掉，嗯，那可能就是比如说像火焰一样的，就是好像这个红色的像火焰一样这样烧下来，这个也蛮亮的，看到吗？嗯，这个也是很亮的。你到时候其实可以让它平一点，动起来灵动一些。对，它稍微有点风啊，省得它没有动成那样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很高级的一种飘动。我喜欢就是，就比如说如果这边有了的话，那可能其他地方，比如说你要么就是在裤子上，或者在，你可以在裤子上对，就类似这种啊。刻意的，但是又有特点，有。那就上衣就要很多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会是略显刻意，就是很难驾驭。我觉得都找吧，就是我不排斥牛仔，也是一个方向。